老板，你的车子又怎么了？关你屁事啊！人都掉下来了，螺丝也掉了。这样可以，这样可以，这样这样是可以。可是开快点，他就噔噔噔噔这样子。原来改车都是用胶带改的，这叫手工改车，好不好？所以你总共花了多少钱？这样子，胶带30块，包含车子，我觉得700多哎，700-800万加几捆胶带。老板，你的车子又怎么了？关你屁事啊！没有，车子太低吧？哎呦，人都掉下来了，螺丝也掉了。这次不是我用的，我开的是小牛。不是我啦，你昨天去跑山了？这样可以，这样可以，这样这样是可以。可是开快点，他就噔噔噔噔噔这样子，然后一堆。原来改车都是用胶带改的，你们懂不懂？这叫手工改车，好不好？所以你总共花了多少钱？这样子，胶带30块，包含车子，我觉得700多哎，700-800万加几捆胶带。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，是哪个？我是徐乃麟，我是台湾雄狮欧巴桑陈美宏，我是蔡康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 S， 我们是号角响起，祝福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李佳贝祝贺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在这边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10岁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。Happy birthday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了，哇，好快哦！生日快乐！锁定我们娱乐新闻 APP， 更多的宪歌就在这里。